点儿。这还不够吗？怎么样，满意了吧？物超所值了吧？从此以后，我们互相不认识啊。我还有几句话想说，算是免费赠送，我可以进去坐一会儿吗？不能。我是怕您想不开，这男人啊和女人不一样，男人是靠周围事物征服世界，女人靠的是身体。你想说什么呀？我是想给您指一条明路，这毕竟丈夫出轨对妻子的人格是一种侮辱，这也算是我们公司的周边业务。什么周边业务？买凶杀人？哎，这可不敢，我们公司不做这种业务，成本太大。我也不敢。我是想说啊，这男人能出轨，女人也能。他出一次，咱出两次，他两次，咱十次，是不是啊？其实像我这种男人，很多方面都是很优秀的。干嘛？滚开！哎，买卖不成，情义在吗？滚！切！会吗？孔总，对不起啊，您太太非要立刻见您。没事，你先出去吧。坐吧。有什么想说的，就直说。你让我说？好，那我就说给你听。我24岁认识你，认识你6个月我就嫁给你了。25岁给你生下月月，今年我30岁。一个女人最美好、最青春的日子，我都给了你。现在我又怀孕了，我是真的死心塌地的想把这辈子都给你。可你呢？你对得起我吗？你要跟我分居，我没有怪你，因为没有夫妻是不吵架的，男人背后的女人也都是有妒忌心的。我没有奢望我自己是你第一个女人，可是你在求婚的时候你答应过我，我是你最后一个女人的，这些话你都忘了吗？你到底是在骗一个不懂事、爱浪漫的小女孩，你还是在骗你自己啊？这些年，你没有得到你想要的东西吗？我想要什么？你很清楚啊。我不知道。请问，你是坐公共汽车来的吗？你衣橱里的每件衣服有廉价的吗？还是我让你住了？
几十平米的廉租房，这些我都不在乎，我要的是感情，是你，可是你却背叛了我。我背叛了你？这些照片是哪儿来的？谁拍的？ 做了亏心事，还问别人。照片是可以电脑制作的，你不知道吗？看看这些照片是不是电脑制作的？不可能！我承认，他们确实做得很像，但他们忘了，或者根本就不知道我右边肩膀上有一块胎记，他们不知道。 还能不知道？劝你别再闹了。如果你真的想离婚，你就尽管离。如果你把我们的婚姻当成一个等价交换，我已经给了足够的酬金，不要不知所措。老公，老公，我错了，对不起，你原谅我吧。你让我做什么都行。我让你做什么了？我要求过什么？我想要什么？ 消息就是，孕妇绝对不能吃止痛药。那早知道还不如听好消息呢。嗯，好消息就是，适度的疼痛能调动你身体的应激反应，对你身体素质的培养大有益处。你这都是什么消息啊？行了，甭老用手捂着了。 我去给你拿个冰袋啊！哎呀，冰袋！哎哎哎，你这雇佣。
什么呢？我得找一个让我自己舒服的姿势，我一会儿的倾诉可长着呢。哎，贵妇。哎呀！哎，哎，你也找个舒服点的姿势，好好听我说。我挺舒服的，说吧。世界彻底停电了，一片漆黑。您正常点行吗？有事儿说事儿，不老跟演话剧似的拿腔拿调的。你怎么一点悲天悯人之心都没有啊？你是悲惨世界吗？哎呦，我还不悲惨啊！月月的事情你知道，我就不说了。还有我那黑心婆婆，我也不说了。还有我那天天折腾的妈。哎呀，我觉得除了月月之外，其他的全都是你的心态问题。我心态够好的了。哎，我跟你说，要换做别人，那不是心态，是变态。你说，一个女人一辈子最重要的是什么？独立自主的人格。哎呀，你别拿那些女权主义的跟我说呀！这个世界上80%的女人都是需要爱情的，不管是她情窦初开，还是她70、80，没有女人是不渴望爱情的。您不是嫁了一个高富帅的好老公吗？他现在爸爸都跟我离婚。离婚？你动脑子想想，啊，你都是他第二个孩子的妈了。再说了，孔嘉诚他也不是个轻率的人。而且佳佳啊，说心里话啊，我觉得你呀有很大的问题，你应该好好的检讨一下你自己。来，我检讨什么呀？我检讨我年华已逝的青春，还是检讨我独守空房的寂寞？他现在已经不回家了。那也许是工作忙呗。他工作忙什么呀？那都是他禽兽般的借口。他就为了他那个老情人凯瑟琳，那个女人有什么呀？有气质，跟他有默契，那都是因为他没有经受过婚姻的煎熬。他要是月月的妈妈，他要是杨慧兰的儿媳妇儿，他早就绷不住了，他还不如我呢。你别激动行吗？你怀疑你老公，怎么着你也得有证据吧？就是因为证据，害得他现在都恨死我了。你都干什么了？手段就不跟你说了吧。反正结果是200俱伤。切！哎呀，就你那些手段呀，我都懒得听。肯定是特别愚蠢、特别没用的招。我现在什么也没有了，你也不安慰安慰我。今天家人都说了，只要我提出离婚，他就同意，一分多余的钱也不分给我。哟，真够狠的嘿！我现在已经昨日黄花了，要真被他一脚踹了，那我的将来得多悲催呀！看看你现在泪流满面的这副怨妇样，再想想您平时挥金如土那副德行。哎呀，想找个能维持你穷奢极欲的下家儿，还真挺难的。我以前什么都不为赢的。